顶级攻防对决，由美媒晒恩比德和塔图姆多年前的单挑视频。大地主打内线真是太强了。虽然恩比德和塔图姆在东部联盟各为其主，但他们都是知名训练师德鲁汉伦的客户。由美媒晒出他们在2018年休赛期进行单挑的镜头，两位现役联盟超巨上演顶级攻防对决。赤裸上身的恩比德一上来就强突禁区，举火烧天上篮打进。恩比德在倒地翻滚两周后大喊二加一。恩比德下一球运一步变后撤跳投再进，塔图姆以牙还牙，同样用后撤步跳投回应了恩比德。他炸球后撤金鸡独立跳投也能进。面对塔图姆贴身防守，恩比德直接在三分线外使出大回环，而且镜头进了。塔图姆的回应很快到来，他强硬突破恩比德后急停，趁对方防守没及时落位打进翻身跳投。恩比德用强硬的方式完成强突暴扣，塔图姆则祭出精彩的后撤步跳投回应，两人比分战至4-4。恩比德随后利用体型和力量优势，连续两次强突塔图姆得手。主打内线的大地真是太强了。虽然塔图姆飙进一记三分回应，但恩比德随后再次强杀禁区，在身体将失去平衡时仍完成上篮，最终以7-6赢下这轮单挑局。